明治三十年，我奉命进行有关于台湾番地人种的调查工作，和我同行的还有在台湾总督府学务局的博物学家立野先生。伊能先生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他对台湾的历史、早期历史文献的熟读跟运用，这一点我想是近代或现代非常多学者都做不到的。他以一个日本学者啊，当然学过汉学，可是他对于描述过台湾的方志以及其他的资料的运用之熟悉啊，令我们惊讶。那当然了，他也学了人类学。人类学最主张的就是做田野调查、现地的访问。那这一点呢，伊能先生在台湾做调查的过程里面，他实践的非常彻底。7月1日，我们从台北出发后抵达苗栗，打算到南方4公里处的猫格社做调查。在路途中，我们爬上一段大平顶的坡路，看见一个茶亭，有很多人进去休息。这个茶亭在一大片相思树的浓荫中，风从脸上吹过，好凉快啊。当地人告诉我，这个茶亭是本地富豪黄南球在10多年前出资搭建的，他是为了要提供给来往的行人休息纳凉。他的善心真是令人感动啊！因为它的质地不平均嘛。那这座茶亭呢？它最早创建的人是黄南球了。那黄南球这个人在，他是道光末年出生的，一直到民国8年过世，那时候已经80几岁了。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呢，是我们苗栗地区的一个首富。那他在光绪2年开始呢，开发苗栗内山地区的诗坛。那光绪15年开发大湖，就是南湖地区。那黄南球，当然他生前，因为有钱嘛，也蛮热心公益的，所以他就在这里建了这一座茶亭。不过他最早建的茶亭呢，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那是我听我祖父讲了，以前是一个茅草盖的，比较简单啊。那他要他的家人呢，每天呢挑煮好的茶在这边呢供来往的商旅呢来这个饮用。因为在早期来讲，茶水呢真的是要携带茶水的工具没有嘛，所以一般这个行人呢能够在爬一段陡坡以后呢在那边喝喝茶，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举动。接下来的行程就是要正式进入番害严重的地区做实地调查的工作。我们第一站来到大湖。伊能家局是在西元1897年由台北新店这个地方开始往全岛做这个有系统的关于台湾就是番族的教育这方面的一个调查。那从5月份一直到12月份呢，差不多192天的时间，走了他将近2000公里的路呢，做全岛的这个各个番社的一个普查，这是在整个台湾在19世纪末非常完整而详细的一个记录。那在全世界来讲的话，这类似这样的记录也不是非常的多，而且伊能家具先生他是用这实地的这个田野调查来完成的。那在西方的话，我们知道19世纪末以前基本上很少人类学家会实际做田野的，所以台湾我觉得在伊能家具这个著作当中，他所留下来的珍贵的史料当中，我们可以回溯到102年以前，让我们借着这个历史的这个反溯呢，
重新了解台湾开发的整个过程。大湖地区遍地都是樟木林，今天我在福垦署翻阅文件，知道一个惊人的事件。资料上写着说，有一名叫做吴新福的人，因为开设脑疗的缘故，他的父亲、哥哥和两个叔叔都被生番杀死。吴家光是雇用的佃农和爱丁，被杀的人数竟然高达280多人。但是，吴新福遇到这样惨烈的事件之后，仍然继续拓地治脑。这种坚韧不拔的拓垦精神，就连我们日本人也是很难跟他比的。印度教育先生到大湖来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到大湖地区啊有很多的樟脑。那么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记载呢？原来当初先民到大湖来垦耕的时候，最容易谋生的是治脑工作，因为当时他这个樟脑的价钱呢很好，所以呢，有这么兴盛。同时那个时候，远在130多年前呢，大湖地区呢遍地都是樟木林呐，所以当初来垦耕的人从事樟脑工作，所以目前很大湖地区呢很多与樟脑有关的地名。譬如说份，所谓一份就是说一个桌子，一份十个桌子，十个锅子来制脑。那么目前大湖有份的呢有8份、4份、12份，还有寮的部分呢有立底寮，还有坑尾寮、树壳寮、一寮、二寮、三寮、四寮、五寮、六寮、七寮、八寮、十寮，这些都是先民呢曾经在那里呀、从事治脑的工作。今天到大湖东北方的七寮，沿着山路的爱丁线前进，福垦署的署员丸田氏也陪着我们。爱丁线是深入山中治脑的汉人为了防范番人而设置的，听说这里的番害很严重，因此爱寮特别多。爱丁正在做严密的警戒。以前叫做东泰东大，东大东大，汉人来日垦，一边开垦山地种植农作物以外，大部分人呢从事这个治脑、烧耕、种地瓜等等工作。可是他们从事工作的时候呢，免不了有时候现在的原住民会出来骚扰。那么为了防范这个原住民的骚扰呢，必须要雇一个强壮的人来防范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防范工作的人呢叫做爱丁。那么爱丁呢是属于一个民间的组织啊，当然他的业绩呢是由民间大家出钱来凑钱来雇他的。那么这个爱丁有了以后呢，就要盖一个哨所啊。那么这个哨所呢叫做爱寮。那么爱寮盖的地方一定要视线良好的地方，所以呢爱寮都大部分都在这个山顶的棱线那里。那么为了爱丁之间互相有联络信号起见，大概每隔1公里或者2公里看地形的情形呢、有的是两公里半就做一个爱寮，那里呢互相这个接应。7月15日，我们坐着轿子离开大湖，往西边的鲤鱼潭前进。大约走了12公里，就看见一处四周被群山围绕的城郭，很像日本内地的那些山城。这个地方被汉人叫做番仔城，因为这里平埔族汉化的程度比较低，平埔番都用他们自己的番语交谈。这对我们这些研究台湾人类学的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今天我们就投宿在总代潘和明家里，还拜访了当地的教堂和牧师。那鲤鱼潭它是位于我们苗栗县三义乡，在102年义农家具呢曾经到这里访问过这里一个潘家和一个牧师。
那这些潘家的后裔呢，现在还在这里。那提到鲤鱼潭的开发，当然我们就要谈到，其实这个潘家呢，他们是来自这个台中县岸里社。那在乾隆末年，就乾隆十年的时候呢，那因为西湖西上游啊，住在那里的原住民，如果照历史来判断的话，应该是属于道卡氏族的。那曾经有过纠葛，有个扰乱，所以满清呢就派当时岸里社的叫做潘大游人的这个等于说酋长了，率众呢把那个西湖西的乱世平定了。平定以后，他就把从我们现在火焰山以东一直到东市这块地方呢完全化为这个潘大游人开垦的地方。我们受到潘和民夫妇非常热情的款待，他们还告诉我们一个有关平埔族的古老传说，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天上降临的一对男女，当时台湾岛发生大水灾，族人全部都淹死了，只剩下这一对男女，因为预知到大水灾来临，沿着溪流一路跑到山顶避难，这才逃过一劫，顺利的繁衍子孙。我觉得这个口传故事很像是圣经里诺亚从洪水里逃生的故事，我猜想可能是传教的牧师带来的圣经故事。我把我的猜测告诉潘家夫妇，他们却跟我说，以前他们也有把洪水的故事告诉英国牧师，但是牧师反而坚决地否定这个说法，并且跟他们说，你们的祖先是从南方渡海而来的。那这是一个洪水神话的故事啊，其实这个神话故事在全世界各民族当中都有了。那当初伊能先生他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还假设说是不是会受到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啊。那后来族人跟他讲说这个基督教牧师甚至还认为他们应该是从南方来的啊，而不认为他们是跟诺亚方舟这个神话有什么样的牵连。这显示出可能是诺亚方舟是西方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啊，跟这个西方的文明有关啊。那对于原住民来讲的话，这个牧师为了要区别西方的这个文化系统啊，可能不认为他们是所谓跟诺亚方舟有关的这个神话传说是在台湾也会出现，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到，就是牧师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有他一个这个比较主观的一个文化意识在里面。七月十七日一大早，我们继续往南走，发现西边的山丘上崩裂成赭红色的土壤，还有一些形状特殊的岩石和绿树点缀其间，景色相当壮丽。当地人把这座山叫做火焰山。台湾这个恶地有两种，一种是泥质的恶地，那就是像高雄的月世界，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火焰山，它是属于砾质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那个砾质的恶地。那火焰山这个砾质的恶地它形成呢，主要因为台湾一直是属于太平洋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撞击的地方嘛，所以造山运动一直不停的在这个进行当中，那中央山脉也一直隆起。这个火焰山的山层属于头科山层呢，这个它在地质上就是始新世，大概具体现在100万年前隆起的。主要就是说这个砾石层呢，它经过山上下来以后，堆积，但是没有经过太久的时间去固结，所以一遇到水就容易松散冲下来，就造成这种我们看到画面上的呢，巨石滚滚呢。可能非常特殊的景观了，我们就称它叫火焰山。但是火焰山区除了
它巨石景观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划为自然保护区，主要原因就是说除了要保留这种难得的景观之外呢，还有就是它也是我们目前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原生马尾松的产地，另外还有100多种的各种的原生的动植物，所以很值得保存的一个特殊的地形。通过大安溪桥后，我们往台中方向的公路前进，傍晚就抵达东势角街。今天晚上我们投宿在保良局。7月23日一大早，刚好东势角府垦署的岳志署长要去巡查管区内的麻痹号舍，我们决定一起去。我们往东北方向的山区前进，穿过浓密的森林地带之后，就来到打兰河畔。因为麻痹号舍在打兰河上游的南方山腰，去的时候一定要溯溪而上，走起来相当辛苦。我们沿着打兰河大概走了16公里，来到埋伏平高台。从这里往河的对岸看过去，远处的五龙社、苏禄社、马拉邦社都有许多泛白的砍人头旗帜迎风飘扬，这是番人在展示出草的丰硕成果。但是看在我们这些客人的眼里，却有如一种即将步入死亡的凄惨心情。我们大概走了30公里，终于到了今天落脚的地方——麻痹号舍。大家都累坏了，今天就在副头目家里投宿。1897年哦，就是距离现在102年前，一等家具来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的地名是属于泰雅族的北次群，那这个地名叫做马鼻号。其实100多年前啊，那个族人一人家里来马鼻号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住这边，我们住在这五路啊，在就还要再更远的更进去。后来是因为日本他实行了一些那个计划，就迁泰雅族的所有的迁村计划，我们才移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日本时代在原住民地方啊，它实行每个部落它都有适应这个政策哈。我们这边族人平常生活，它就是我们就是在种生姜或是种桂竹笋啊，来养活我们的部落的人。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是当时伊能家矩他谈到的马鼻号这个部落，也就是现在苗栗县泰安乡的象鼻村，的永安部落。当时呢，这个伊能家矩呢，他是由这个东势啊，从台中东势那边上来的，是因为当时没从大湖过来的这个方向呢，没有路可以通。那我们这次过来就是，也是循着伊能家矩当时的路线这样一路行来，他在日记当中描写到，在这个部落当中有许多，我们值得注意到的一些现象。
下午我在番社到处闲逛，看见一个番女在织布，她熟练地操作织布机和枕巾架，她一下子就织出一块漂亮的布了。在这个伊能家具哈，在文中他讲了，他在书上写说这个啊，他记载的非常详细哈。那根据我们的副同的说法，就是其实在以前哈，其实在部落里面的女生是一定都要会的哈。他们说从小就是老人家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以后你嫁出去，或是你先生或者你家人都要会做衣服嘛，所以他几乎全部都要会，全部都要会做了，那伊能家具里面写的这些织布的方式和方法啊，现在在我们部里面，现在还是很多妇女现在还是在织，好，我们现在还有成立那个织布班呢，或者是现在我们穿的衣服跟以前的是没有多大的差距啊，在我们这个北势群还是以白色为居多了。7月24日晚上，我们在头目家过夜，天还没亮，头目的家人就开始制作糯米糕，准备当作礼物送给我们。我们下山的途中，沿路部落的番人都捧着一团团的麻线，亲自交给月志署长做礼物。从番人的隆重礼仪可以看出，月志署长对番人的抚育教化工作已经做得很不错，凡人对日本天皇也是充满敬畏的心情。伊能家矩在离开马币号社的时候，他有一段关于一清早起来族人给他们送行的一段经过，他认为是这当时的署长的这种抚育教化有功啊，很有成效的一种表现。那其实这种情况在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这种社会来看的话，之所以要那么清早来这个捣米来煮饭，是因为以前的这个米呢，你不能把它不太容易保存啊，不像现在我们这个米一样，你要煮的时候你必须当天再来脱壳，再来煮，再来捣，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米才会新鲜。所以这种工作呢，你不是一个小时能解决的，所以他要很早就起来做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其实在泰雅族文化里面，他们本来就是非常讲究一种各种的，比如结婚啊，你这个迎送之礼啊，其实他们平常都非常讲究的，甚至要唱歌的。所以在伊能家矩描写到，就是说比如说送麻线这种情况，那我们做的在部落里面做的调查觉得好像跟实际的情况会有点出入。不过整体来讲，这个泰雅族人他们在礼节方面呢，并不是因为说是日本他们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就可以用各种的这种抚育教化的工作就能把他们导入所谓的一个有礼教的一个文化，其实他们文化原来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在。我们沿着原路回到东势角，经过台中城，再走8公里就到了阿照武。8月4日这一天晚上，我们投宿在当地规模最大的宅地林家花园。这个房子是林朝栋的旧宅。昔日林朝栋以统领身份征伐在台湾未开化的番人，是功不可没。现在这栋房子由我们日本守备队占用。屋内的厅堂很高，桌椅的摆设十分高雅。我们当初林家是从临时工到大理义，就是我们台语讲的大理客，从那边开始，然后到第三代林家眼工，那个时候才到我们雾峰定居，
一直到我们现在，我是21世，那我们祖父林献堂先生是19世。如果提起林献堂先生，他就是台湾近代史里面这个提倡民主运动的先驱。林氏家人带我们到有名的来源参观，可惜这次无缘和主人公见面。听说林朝栋因为生病，正在厦门静养。从设计典雅的大门走进去，有一个碧绿的水池，波光闪闪，池边有一些造型特殊的楼阁，环境十分幽静，好像是把俗尘都隔绝在外面了。当初我们林家建来源的动机是，我曾祖父，林文清先生，为了孝顺他的母亲，所以建立这个来源。来源就是典故，就是采以前历史典故采于玉清的故事，所以叫做来源。漫步到这里，林家花园的全貌已经一览无遗了。听说来源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名园，果然是名不虚传啊。花园的景观是那么雅致动人，我们真的是没有白来一趟。林氏家具啊，当初从这个台中的城南门出发之后呢，就来到了阿达木，也就是现在雾峰这个地方。他特别在日记当中提到了林家花园当时的一个盛景啊。那此外就是他特别提到这个来源，也就是整个林家花园呢是台湾数一数二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园景啊。那现在这整个当时伊能家矩在日记当中提到的这个林家花园来源啊，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明台家商的一个校地。参观了这个林家花园之后呢，伊能家矩就往埔里出发。8月6日，我们离开阿照武，走上通往埔里方向的干道，晚上就投宿在龟仔头一家日本人经营的客栈。伊能家矩离开了雾峰的林家花园之后呢，朝埔里的方向前进。他沿着这个就是目前的14号省道啊，沿着乌溪一直往埔里的方向走来。那当天晚上呢，就坐落在我们身后这个地方，叫做这个龟仔头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是从台中到埔里的一个中间休息站啊，也就是到埔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当天睡在这个地方，然后一大早的时候呢，由这个分遣部队保护着啊，往埔里的方向前进。这显现出当时这个还处在这个汉番之间呢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伊能在这个日记当中描写到，就是说早上6点钟的时候呢，他们就集合在分遣队的门口了，准备出发了。早上6点钟天刚亮，我们就来到龟仔头分遣队集合，准备出发。结队同行的还有很多要去埔里社的汉人，因为往埔里方向的爱丁县
深番时常出没，所以我们必须在陆军联络兵的护卫下前进。我们在景色优美的山路上行走，不久来到一个叫大石谷的溪谷，因为这里的石头被激流冲击后会发出谷音。沿线的艾寮越来越多，市井的竹鼓声响彻整个山谷，杀气逼人。爬上一大段山坡后，我们到了阿番旗。这个八番旗是一个制高点，它爱三番八番的，安尼辛辛苦苦爬起来了，啊，所以叫做八番旗哦。啊，咱八番旗啊，这个啊，是咱这个古都的高点啦。啊，咱哦，伊能加吉这一位还有一行人呢，他们发现了、啊、沿路风光很美，啊，来到家，就那个爱聊。一个接一个啊，他的秘籍啊，让他们觉得有一种紧张的感觉。原来啊，家都是麦巴啦，都是泰雅族的卓奥利之子，他们接近这个地带啊，他们行人里啊就要出草啊，这也在出草啊，所以叫爱丁啊，爱加紧戒备。哦、啊，咱保护这个行李的安全，啊，咱伊能家只是，咱为家开始就落家，啊，就走向，玻璃下。一路走来。大家还是提心吊胆，一直等到进入普里社之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我们今天准备在乌牛兰社的耶稣教堂过夜，这里的牧师叫做潘文明。据我所知，普里社原来是个藩地，100年前汉人曾经想要移植普里，但是遭受身藩的攻击而终止。加上当时清廷生怕汉人移入普里社作为巢窟，作奸犯科，所以采取了准做藩窝，不准做汉奸巢的方针，使得普里变成他藩退屯之地。伊能家举到普里的时候呢，他对当时普里各个族群之间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呢，有一些描述啊。他谈到就是说，有一个当时那个地方有一个禁令，就是说准做藩窝，不准做汉奸巢，这么一个说法。这主要的意思是说，在当时啊，很早的时候，比如说汉族在当时100年以前，他们已经进去开发，可是受到这个所谓的僧藩，就是泰雅族跟这个布农族群，属于卓氏群的部分的一些侵扰，所以也不能在那边继续待下去。后来又有一些熟藩进来，那熟藩呢又协助当时的化藩来做一种抵抗僧藩侵入的工作。所以在整个普里的整个开发史上，我们会发觉到平埔族群原住民族群彼此之间的这种土地上在势力范围上的这种的变迁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虽然当时伊能家举他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族群，那他们族群的特质是什么，关系是什么甚至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很难解读的可是有了这样的记录之后，至少在100年以后我们现在来做研究的时候，或者是说以这个基础以后来做更详细的配合考古或者有相关的民族志来做调查研究的时候，这些资料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我这几天在普里的熟番社巡查时，都雇用一个懂日语的社番亚马陪同。亚马在台南耶稣教学堂念过书，由他充当我的翻译十分称职，而且他就好像中仆一样，
无论什么事都要帮我的忙，他给我的帮忙实在太多了。分手的时候，我特别给他酬劳，表达我深厚的谢意。8月26日，我们在头目的帮忙下，找了三个从雾社嫁到埔里的泰雅族妇女当向导，带我们往雾社部落前进。同行的还有福垦署横山市和一名通使，我们的队伍总共有7个人。一名家具从埔里到雾社去做访问的时候，他曾经找了在雾社的泰雅族嫁到埔里的平埔族人的社会里面来的女孩子啊的女子，带他们上山去做这个调查工作。那像这样的工作啊，事实上最简单的一个情形，就是两个族群之间互为婚姻关系。这个其实啊，从我自己学考古的立场来讲，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我在很多考古遗址里面都会看到啊，不同的埋葬形式或者是不同的东西出现在这个数千年前的考古遗址里面。很显然的，这也是一种往来的形式，婚姻也是族群跟族群之间的往来形式。也许我们后来啊，把族群之间的界限画得太明显了。事实上，台湾的原住民原来没有族的观念，族的观念是后来学者给的啊。所以聚落跟聚落之间啊，邻近地区，他们假若啊不互相冲突的话，而互有交换关系，那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既然互有交换关系，或者互为婚姻关系，彼此就会非常了解。伊能先生要到当时视为比较凶悍的泰雅族的雾社地区去啊，我们后来都知道，这个族群后来发生很大的这个抗日事件，就是雾社事件。要到这样的一个地区去呢，伊能先生当然想要找一个这个熟悉当地的人作为向导，而且是自己母社的人，或者是母社邻近地区的人，嫁到外面去的人把自己带回来，那当然就减少了敌意嘛。我们沿着梅溪走，从山崖上往下一望，下面便是深潭激流，看起来真是胆战心惊。半路上我们遇见4个番人正在树荫下休息，就顺便雇佣他们扛行李。沿途的山谷越来越曲折蜿蜒，山径也越来越狭窄，不小心就会掉到溪里。不过越往深山，海拔越高，山景就越秀丽，也稍微减轻我们疲惫的心情。下午我们走到一个地势较高的台地，大家找到一个树荫坐下来休息。我看见一个番人用番刀在树上磕东西，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女生的生殖器。后来又一个番人用番刀削了一只像男生生殖器的树枝，并且把它插到女生生殖器里，扯得大家笑成一团。经过埔里之后呢，伊能家局一行人往雾社的方向前进。他们在到达把烂社之前经过了一个高的台地，然后在树林当中稍作休息。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伊能在日记当中描写到，就是有一位原住民朋友呢拿出刀子来在树上刻画了一个象征女性的一个器官。那另外一个原住民朋友呢，就也拿出刀子来刻画了一个象征男性的器官，然后插在上面，那惹得大家在那边大笑啊。那这种行为，其实在原住民社会里面蛮普遍的，也就是他是用一种比较健康的、开放的一种态度来面对两性的关系。那我们从他们这个
背着枪带着刀这种行为，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生活当中狩猎文化的一种实际的反应。这个地区主要是属于泰雅族的这个德呆雅，就是赛德克族群的一个地区。那伊能在书中呢也做了很多各个文化物质文化方面的描述。那我们也随着伊能当时走的路线呢，来到这个大社啊，马兰社，对他们的一个物质文化呢，来做一个从前跟现在的一个对比。8月28日，这几天都在物社巡视，凡社的人很热情，请我们喝小米酿制的酒，并且使用竹筒酒杯，味道很好。表示我们欢迎你们哈，喝完这个东西哈，表示我们永远的同志。谢谢。我发现这里的人都用一种特别的树根洗头发，他们会先把树根的皮拔掉，然后用一根木棒边打边加水，树根就会生出一种天然的皂液，把它涂在头上搓揉，就可以把头发洗得很干净。这个根据这个伊能嘉吉所提的这个这个所谓的一种树根的这种香皂液哈，那么实际上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它是一个作为一个洗头发的一种类型，它大概是只记了这个部分。那么在目前来说的话，它已经是不实用了哈，那是因为整个的一个像化学用品都已经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在原住民的一些老人，尤其是猎人来说的话，因为没有肥皂，所以他还是必须用品呢，在山上他要洗头发，因为他一去就是一个月，有时候是好久就住在那边，他必须要洗澡，他就必须用这个东西所以目前来说是用这种东西最多的是猎人在用，他们称这个名称叫普鲁里。我在番社里散步，看见两个番妇正在合奏口簧琴，这个用简单竹片做成的乐器声音很悦耳。我还看见很多番人都背着番刀，他们用经过火烤和弯曲的竹子做成背带，再用麻绳绑在刀鞘两端，背在右肩上，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根据这个伊能嘉吉所说的这个番刀它的一个刀背在功能上是已经有相当大的一个不同。那么伊能嘉吉所看到的那个属于的那种背刀番刀的一个背带第一个的功能是说，因为那个刀非常的长，所以它可以有一个可以承受它的重量，也非常的长。第二个功能是这个番刀这个刀背它支撑那个刀子是作为一种猎手的一种刀了。那么根据我们现在这边也有我们很多的耆老或者现代的一些年轻的原住民来说的话，他们所佩戴的刀是都是佩在腰带这地方，是因为那个番刀已经是比较短，所以他就佩在这个地方比较方便。有的番人胸前还挂着曾猎过人头的带子，有的猎手带是由红色纱线织成的，有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网袋，凡人把这个猎过人头的荣誉标志郑重地配挂在胸前，这真的是一个特殊的胸饰。根据伊能嘉吉这个地方所做的一个猎手带，就是我们所说的兜杆，只是兜杆这个地方它要密一点，所以它就要伊能嘉吉里面所看到的是都是用布的，像用布的，实际上是那个血因为人头背到后面去的时候都会流血那么猎手带
实际上这个是只是一个被猎物的东西了，真正的猎手袋是它是这个一定是比较密的啊，它是用那个麻绳做的啊，比较密的。但是我们背着动物的时候为什么会比较宽，它要透风啊，透风，那这样有这样两种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差别。9月2日，我们沿着原路回到普里舍，继续往南走，接着就看到一个开阔美丽的湖面，终于抵达日月潭了。这里又叫做水社湖。今天天气不好，湖面上飘着蒙蒙的雾气，我乘坐独木舟到各个帆社参观。这个独木舟是刨一根大圆木做成的，坐着独木舟游湖，凉风一阵阵吹来，真是惬意啊。听附近的帆人说，今天有人要结婚，我也去参加双方族人饮酒庆祝的聚会。我最感到奇怪的是，等到大家都喝到烂醉的时候，每个人开始拿木棍互相殴打，一直打到有人流血才停止，真是很奇怪的风俗。我以前一只龟，我以前少几百年前少主娶新娘子，唔是用讲的，唔是用讲的，用演的。用演的是一道，即卖就去到位，因那边走，因那边一定爱办请荷兰，办请荷兰，而且胡家尾爱小演，小演就是那竞赛，爱甲丈人小演。啊！那丈人啊输，啊都赶紧找囡仔，都甲摸下了，都用牌牌等伊。牌等的是啊，为那为地尾后，那杀因那边的那宴。之后，我们经过集集，来到广大的浊水溪溪床。浊水溪的河面宽广，水很深，村民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圆木桶过河，并且帮我们把圆木桶推到河水里，我们就坐着圆木桶上下摇摇晃晃的过溪，十分惊险。上岸后走了一段路，就到了林奇浦界。我们今天投宿在林奇浦福垦署。啊，一能家己当年涉过浊水溪哈，来到林奇浦啊，林奇浦也就是现在的竹山。那有关于这个林奇浦的由来，它是一个明正时代郑成功的一个部将叫林奇的一个。将军他带着他的部将来这里开垦，他来到这里以后有一天被原住民偷袭身亡，所以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他的名字把他定名为林奇浦。9月7日下午，我们从林奇浦出发，准备进入南方的番地。我们经过东浦那，顺着山间小径走到凤凰山路，沿着石阶越爬越高，两旁的竹林非常茂密。虽然现在还是炎热的夏天，但是微风吹过来仍然有一些凉意。接着一块巨岩矗立在我们眼前，上面用草书体刻有万年亨渠四个大字，比例苍劲，
相传这是吴光亮当年开竹越过八通关通往后山的道路时特别命令石匠刻上去的。100年前伊能家里就沿着八通关古道这条山路他一直走来到凤凰山路，那凤凰山路他就看到这么一个石碑，就写的万年亨渠四个大字，这个万年亨渠这个碑是纪念当时开八通关古道的时候的一个留下来的纪念碑。那这个当时这个纪念碑最大的用意就是说万年亨渠，它万年就是希望这条路前山跟后山之间这条路永远都一直流传下去。不过后来也是事与愿违了，后来很快就已经荒废了。我们在这一块大石碑下看着万年亨渠四个大字，想着当初吴光亮开通后山道路的雄心壮志，真是令人敬佩。但愿自己能够效法吴光亮当年的毅力，不畏艰难地继续往后的踏查工作，希望为台湾的人类学研究留下完整的记录。沿着伊能家居走过的这个路线我们隔了102年之后重新来做一个回顾，那我们发觉这一个世纪在整个台湾变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大。那好的一个历史的文物，一个古迹，一个建筑，一个空间，事实上呢它都代表了历史的记录。历史记录不仅仅是文字而已，我们发觉有些实物的本身的保存，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它有更深刻而贴切的一个价值。我们希望借着伊能家居走过的这条路线我们回顾从前，然后展望将来。